大家好，我是 Sharon，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今天这一集呢是新品试用装，然后主要呢就是要来测试一下我前阵子呢在小红书里面被烧到的橘朵他们家的眼影盘，然后今天也想借此机会呢来画一款比较适合日常外出或者是约会的妆容。 OK，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马上开始吧。那今天除了橘朵他们家的眼影盘呢，其实剩下大部分的彩妆今天要用的呢都是新品，就除了眉毛还有睫毛的部分。那我已经事先呢上好我的这个妆前防晒隔离还有肤色校正，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进行底妆。那底妆今天要用到的呢是一款气垫粉饼，就是这个是 Clio 他们家的气垫粉饼。那坦白说，这个不是我第一次用 Clio 他们家的气垫粉饼，我之前就有用过他们家其他系列的这款气垫粉饼，然后我个人非常喜欢。坦白说 ，Clio 是在这么多韩系品牌当中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其中一个牌子。那他们的气垫粉饼呢，其实我没有真的去研究说他们到底一共出了几个系列，然后我也不确定这个呢是新出来的，还是他就是已经换了新包装这样子。然后我当时在 Watsons 呢是有看到这款气垫粉饼呢有在做这个折扣，所以我就直接买了。那这款气垫粉饼呢，它的这个妆感呢主要主打就是高遮瑕跟微雾妆感的一个妆效这样子。然后 Clio 他们家的气垫呢，我一直以来呢都是用三号这个颜色，我觉得它的这个三号呢对于我的肤色来说呢算是刚刚好的。好，那一样呢它里面就是有这个气垫粉饼的粉盒。那坦白说，这一款它的这个包装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它的这个设计呢就是这种亮面银色的这个颜色，然后感觉是还蛮前卫蛮时尚的一款设计。然后打开来之后呢，它里面一样就是有一个这个粉扑，然后再来呢里面就是那个气垫粉饼。然后当然呢它这个是一个组合嘛，然后它这边还有再附送一个这个替换的这个粉蕊。好，那我们现在呢就直接用它来上妆。它这款这个气垫粉饼的这个贴纸呢比之前其他的呢还要来得更黏腻。你看我这样子撕掉之后呢，它的那个旁边呢还有那个胶水的胶。我不确定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我之前用他们家其他的气垫粉饼呢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并不大，然后也不会影响我们使用它的这个粉蕊的部分。好，那我现在呢就直接先上半边脸呢来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妆效还有颜色。好，上完半边脸的这个妆效呢就是长这样子。那这款气垫粉饼坦白说，我刚刚开始上的时候，然后刚刚拍开来的时候呢，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这个感觉呢是还蛮轻盈蛮保湿的。那目前我这样子看呢，我的这个黑眼圈啊痘印还有痘疤呢它大概可以遮个 50% 吧，就是没有到超高遮瑕的那种，但是还是遮得住。但是这样子近看呢，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这个修饰毛孔的能力呢算是还不错的。好，所以这个呢是上了之后，然后这边呢是还没有上。好，那我现在呢直接把另外一边也给完成。好，底妆上完之后呢就是长这样子。那坦白说呢，我这样子看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它所呈现出来的那种有点像是奶油肌的那种妆感。然后再来呢，它的这个修饰毛孔的能力呢真的是还蛮不错的。那至于会不会持久跟控油呢，我觉得这个要测试一整天呢才会比较明显的看到。那虽然它的遮瑕能力跟修饰能力呢算是还不错的，但是我觉得我还是想要就是提亮一下我的泪沟跟黑眼圈，还有就是遮一下我的这个痘印痘疤的部分。那今天要用到的这个遮瑕液呢是这个
这个是 Catrice 他们的一款这个提亮的遮瑕液，那我的颜色呢是002 Neutral Fair。 好，打开来之后呢，它的刷头呢是这种海绵头的这个设计，那你其实主要就是要用转的这个方式呢，给它的这个遮瑕液呢从前面跑出来。好，它已经出来了。好，我先给你们试一下它的这个颜色。好，它的颜色呢就是长这样子。我故意买比较白一点的这个颜色呢，主要就是要来提亮我的这个泪沟的部分。好，推开来之后呢，它就是这样子。那它的这个质地呢算是还蛮保湿，蛮容易推开的。好，那我现在呢就直接用它来提亮我的这个泪沟的部分。好，刷完之后呢就是长这样子。那我觉得它的提亮效果呢是有的，但是遮瑕能力呢就感觉好像不是很厉害，所以接下来呢我还是用我的这个 JX 的遮瑕膏呢去把我的黑眼圈还有痘印呢给遮一下。好，那我就直接用这个中间色把它放在黑眼圈这里。好，底妆的部分呢就这样子完成。那因为我手边呢没有任何新的眉毛产品，所以我先去把我的眉毛给完成，等一下呢我们再回来进行眼妆的部分。 OK， 接下来眼妆的部分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个是橘朵他们家的眼影盘。那其实除了他们家的眼影盘呢，我还入了他们的这个单颗的腮红。那这个是他们的七色玩具组合盘，那我的颜色呢是16号。其实我当时在小红书看到的时候呢，是比较多人推荐它的17号色，但是我看来看去想了很久呢，我个人还是觉得16号呢比较对我的胃口啦。它基本上呢就是比较偏于大地色的一个颜色这样子。那至于它的这个单颗的腮红呢，我分别入了35号还有48号。好，那这个玩具组合盘呢，它的包装呢就是长这样子。那它的这个盒子呢是这种比较普通的塑料盒，然后是透明的，所以你一眼呢就可以看到里面的颜色呢是长什么样子。好，打开来之后呢，它里面的颜色呢就是长这样子。那为什么叫组合盘呢？其实基本上呢就是它里面除了有这个眼影的颜色呢，它还有一个腮红色，一个打亮，还有一个有珠光亮片的颜色。好，那我现在手上的刷色呢是它的这个四颗的这个眼影色。好，给你们近看一下。好，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腮红打亮还有这个亮片的颜色。那它的这个腮红色呢，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色调呢算是蛮偏向那种裸色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除了拿来做腮红之外呢，应该也可以拿来做修容吧。然后再来呢是它的这个打亮色呢，它的光泽感非常漂亮，非常美。我不确定你们看得清楚吗，但是它的那个光泽真的是很漂亮。然后再来呢是它的这个大颗亮片的这个颜色。那它的这个颜色呢，摸起来当然粉质呢就感觉会比较粗糙一点点，不像它的这个腮红啊打亮跟眼影的那个粉质呢，摸起来呢是很细致蛮顺滑的，就唯独这颗亮片色呢会比较粗糙的一个感觉。好，再来呢就是它的单颗腮红，那包装呢就是长这样子，非常普通的这个包装，就是这种透明的塑料盒。它的颜色呢就是长这样子。那以妆感来说呢，它的这个妆感呢是属于比较雾面的，就是没有任何珠光或者是亮片。好，颜色就是长这样。那48号这个颜色呢，它是带比较偏粉色调一点的这个色调。那35号呢就是比较偏向棕色裸色的一个感觉。那以粉质来说呢，它的这个质地呢算是蛮顺滑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来进行眼妆的部分。
那首先呢，我要用这个肤色的颜色呢来做整个眼皮的打底。然后同样的颜色呢画在下眼睑的部分。接下来换另外一只刷子呢来沾这个颜色。那这个颜色呢它也是雾面的这个质地，然后是属于比较浅棕色的一个颜色。那我就直接把它放在眼尾的后半段，然后往前带。好，那接下来同样的颜色呢画在下眼睑的后半段，然后往前带。好，接下来呢我们先直接来画眼线。那眼线呢我也一样没有任何新的这个眼线产品，所以我今天要用的呢同样也是 Clio 他们家的这个眼线一笔，那颜色呢是棕色。好，眼线完成之后呢再来回到这个眼影盘呢，我会直接换一个更小一点的刷子呢沾这个最深的棕色。那这个颜色呢它就是稍微有一点点非常细致非常微小的那种珠光在里面，所以它不是完全是雾面的。然后同样的深棕色呢把它画在下眼睑的后半段。好，接下来呢换另外一个刷子呢，我就直接用它的这个打亮色来直接打亮我的眼头跟下眼睑的部分。接下来呢我想直接试试看用我的手指呢来沾这个大颗的亮片色，然后直接把它放在上眼皮的中间。它的这个亮片呢光泽虽然很漂亮，但是它的那个亮片呢感觉是还蛮稀疏的，就是不是很密集的那种亮片。但是我这样子镜子看呢它的那个光泽感呢还是很漂亮的，就是给一个非常自然的大地色的眼妆呢多添加了那么多一点点的那个光泽感。好，我刚刚发现到一个蛮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组合盘呢它的这个盒子的包装呢是就是在关起来的时候呢它没有任何的那个扣子，就是好像我们一般的一些眼影盘呢你关起来之后呢你会听到轻轻的咔一声，就是它已经牢牢锁住了。要不然呢就是那种磁吸式的那种盒子，就是你盖下去呢它会自然的就是吸住关起来。但是橘朵这一盘呢它是完全的，就是第一点它不是那种磁吸式的那种包装，再来呢是它没有那个怎么说，没有那个扣子，就是你关起来的时候呢它会咔一声，它就是这样子直接整个盖这样子压下去就好了。所以我不确定它久了之后呢盒子会不会很容易坏掉还是怎样，但是就是我刚刚发现到的一点啦。好，眼妆完成，那接下来呢就是定妆。那一样定妆呢我没有任何新的产品，所以今天呢就用这个 She Glam 的蜜粉呢来定全脸。好，接下来呢就是腮红的部分。那腮红呢我今天想要用看看他们的这个单颗的腮红，那我想试用看看35号这个颜色，因为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这个土色的这个色调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就是感觉刷起来呢应该是会蛮自然的。好，所以我们现在呢就直接用一个腮红刷，然后把它画在苹果肌这个地方，
它的颜色真的非常浅，非常的自然，所以我感觉应该是还蛮适合新手的。就是如果你很怕腮红不小心上错，或者是上太多呢，像这种很自然的土色呢，其实你可以蛮大胆的，就是这样子去加下去，因为它刷出来呢还是会非常的自然，然后比较不容易看到有任何的那个错误啊，或者是刷痕之类的。好，可以给你们看一下，你看它的颜色非常浅，非常自然，所以我觉得就是还蛮适合学生啊，或者是上班族这样子。就是如果你们不习惯画很浓的那种大浓妆呢，喜欢比较偏自然系的那种妆感呢，我觉得35号这个颜色呢是还蛮适合，蛮好看的。好，那接下来呢就是修容跟打亮。那修容的部分呢，我想试试看它这个组合盘里面的这个颜色，那就直接用它来当做一个修容色。它这个颜色呢也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土色调的颜色，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很喜欢自然妆感的话呢，16号这一盘呢是还蛮值得考虑看看的。我直接拿它刷在这个地方，好，就是这样子，可以看得出它的那个色调呢真的是很自然。好，那接下来呢就直接用它来做脸部的这个修容。那因为我本身的这个两颊的这个地方呢会比较肉，比较突出一点，所以通常呢我就是直接用修容呢这样子大面积的把它给刷掉。哦，当然还有就是这个下颚线、下巴的这个地方。 OK， 修容就这样子完成啦。那接下来呢就是打亮。那打亮呢我们就用这个组合盘里面的这个珠光色。哦，它的这个光泽是很漂亮，但是呢它的这个珠光跟亮片呢刷在脸颊的时候呢是蛮明显，而且感觉是蛮容易显毛孔的，就是它不是那种很细致的那种珠光啊跟亮片，就是你刷上去呢会非常的光泽感，就是没有那种颗粒的感觉。那这个呢虽然它的光泽呢这样子看呢是很好看很漂亮，但是你用镜子照的时候呢它的那个怎么说，它的那个珠光呢是会显皮肤纹理跟毛孔的。好，那我来试试看少量多次的上它会不会比较好一点点。好，我觉得少量多次的上呢它会稍微比较好一点点，虽然还是看得到那个珠光的那个颗粒感，但是呢比起我这边刚刚就是不小心上太多呢，这边呢它会来的稍微比较收敛一点点，还是有那个光泽感，只是那个颗粒的那个感觉呢就没有这边来的这么的明显。好，那鼻子的 T 字部位呢也上一点点。 OK， 整个妆容差不多就要完成啦。那最后呢就是唇彩的部分。那唇彩呢今天要用的呢就是这个是完美日记他们家的唇釉。那完美日记他们的这个唇釉呢我一共入了四个不同的颜色跟质地，那其中两款呢我在之前的影片呢就已经有推荐跟试用过了，所以最后呢剩这两个不同的颜色跟质地呢，我就想说今天干脆来给你们一起试用看看。好，首先第一个这个呢是他们的这个薄透雾感名片唇釉 Weightless Velvet Lipstick， 它的颜色的名称叫好巧哦，我真的是非常有趣的一个名字。好，然后打开来之后呢它是长这样子，就是一样这种扁扁的这种形状。那它的颜色的号码呢是014。好，先给你们做一下这个刷色的部分。哦，它颜色还蛮漂亮的，就是这种有点深棕红酒色的一个颜色。那质地来说呢它的质地算是还蛮轻盈，蛮容易推开的，但是不确定跟今天的这个眼妆会不会搭。好，那我们先来开另外一款这个颜色。
好，另外一款这个呢是他们的浮光微漾名片唇釉 Floating Light Lip Gloss。 那这个它的这个名称呢就叫综艺你，也是一样非常特别的这个名字。那它的颜色的这个号码呢是114。哦，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稍微比较浅一点点，感觉有点像是几乎是裸色调的那种颜色。那它这款呢是一个lip gloss， 就是有光泽型的，然后这个呢就是稍微比较微雾妆感的一个颜色。那今天呢我觉得我来先试用看看这个velvet lip stain 好了，就是这个014这一款。好，刷出来的颜色呢就是长这样子。那因为今天的眼妆跟腮红的色调呢是属于比较偏自然的大地色，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放一个重点的话呢，我觉得今天这个唇釉的颜色呢真的是还蛮好看的，就是把整个妆容呢融合了在一起。 OK， 那我先稍微的去整理一下我的头发，那等一下呢再回来给你们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好，那整个妆容呢就这样子完成啦。那基本上呢我对于今天所用到的新品呢大致上呢都感觉还挺满意的，尤其是橘朵他们的这个眼影，虽然它的这个包装呢是蛮普通的，而且就是感觉它的这个开关呢有一点点怪怪的，但是基本上呢它的这个颜色的色调啊跟粉质呢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就是刷起来呢很细致，然后再来呢它的色调呢很适合平时日常啊，或者是像今天要这样子去约会的这个妆容。然后再来呢就是 Clio 他们家的这个气垫粉饼呢，我觉得更不用说，他们家的气垫粉饼呢是我一直以来在这么多的韩系品牌当中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这个底妆产品。OK， 那今天视频呢就到这里为止，希望你们喜欢。喜欢的话呢，请记得帮我按一个赞，然后请记得订阅我的频道。那一样想要知道我的日常生活状态呢，可以去追踪我的 IG 在这边。那在这里呢，就祝大家情人节快乐，我们就下一次见咯，拜拜。